是不是在屋里啊？估计是。你是不，你是又不敢进吗？有没有灯啊？剪刀石头布，谁赢了谁谁你进去吧。一块。蛤蟆，你别大惊小怪的，你吓我一跳，我本来一点都不害怕。这为什么？这个专门就是给他们住的地方，有可能是吧？这有蜘蛛网，你走啊。有东西吗？我觉得应该。你少说一点，我自己就声音大点不好吗？难道我蹑手蹑脚的跟着你，然后那个就更吓人？老婆，我跟你讲，这屋绝对有问题，因为那放了个 GoPro。我之所以我是想说有没有灯，我想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东西。有没有灯啊？没有，我。